表彰呢，我们要揭晓的是年度电影新人，他是谁呢？给我一种动力，让我继续努力。对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谢谢。我相信此时此刻应该是作为一个非常可怜的主持人，在舞台上整场晚会掌声最热烈的一次了吧。恭喜刘涵，恭喜恭喜！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品带给我们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